易烊千玺君讯照流出，在人群中一眼认不出，脸上痘坑太显眼。千玺弟弟不仅在娱乐圈发展得很好，还是出了名的学霸。今日中央戏剧学院迎来了军训，大家都知道军训是的大学生们必不可少的一项磨练，途中易烊千玺和大家融为一体。很多网友反映，同样穿着军训服的易烊千玺如果不被圈出，一眼很难认出来。还有网友将千玺弟弟的照片放大后发现，易烊千玺的脸上密密麻麻的很多痘坑，所以路人镜头下的千玺弟弟有些瑕疵也很正常，这并不影响弟弟的颜值。作为艺人，经常带妆的皮肤难免会有瑕疵，而且我们千玺弟弟还小，有青春痘也很正常。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千玺弟弟军训完时的样子呢？